深读一分钟，你的健康深读馆。阳痿具体是啥样？爱抚亲亲都十几分钟了，小丁丁还是没反应，像只软了的臭胶。起来倒是能起来，问题是根本就进不去呀。终于硬起来了，一个翻身又软了。不能硬，不够硬，硬不久，是阳痿的三大症状。这半年来，我的小丁丁早晨再也不起床了。晨勃减少、消失是阳痿的第四大症状。阳痿和早泄是一回事吗？阳痿比较专注硬的问题，硬不硬、硬多久；早泄更专注久的问题，常伴词语是快、短，这就完事了。阳痿和早泄经常相伴出现，据说有33.7%的阳痿患者同时伴有早泄，不举加上快枪手，还没开始就结束，这可是男人最痛的领悟。深读是个宝，常看身体好。